最近很夯的韩国综艺节目《体能之巅百人大挑战》播出后引发不少话题，参赛的100位男男女女不止健美的身材让大家疯狂讨论，随着淘汰的人数越来越多，最后存活下来的选手实力和背景也开始受到关注。不过最近却传出其中一名155公分的小芝麻女选手金多英竟然被网友爆料她曾经有校园霸凌的过去。14日网友 A 在韩国论坛上以匿名方式爆料，说自己从上国一开始就被大两岁，当时国三的他长期霸凌，除了不断勒索零用钱， A 向家人求助后，霸凌者还报复性的把 A 跟朋友暴打一顿，从那天起就成了十年来忘不掉的伤口。而在网友 A 爆料之后，陆续又有几名网友爆出金多英的黑历史，说同样遭到他的暴力对待，甚至还狂踹脸部、腹部等等。而金多英本人对于这样的爆料目前是沉默，并没有做出回应，不过 IG 留言区已经关闭，节目的制作方则表示目前还在跟本人确认状况中。